들 당금 산도 실물 동을 돈다 대지 잔나기 전술 진로 월등이 진금스 잡을 뜨기 진로 옛날 흔짐의 판소 장라소라 거기 도반 부르신 뒤로 在这里放生很高兴，也非常感谢大家。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顺便给大家说两句话。因为我们今天呢也没有特别的安排，在这里举行一个隆重的这个放生仪式。但是呢，也是一种意愿，也是一个巧合，大家呢，都热情的聚集在这个地方。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里也做一个简单的放生仪式。这个放生仪式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也顺便谈一谈一些话，当然我们。时间关系，我也不是特别啰嗦，所以希望你们，这个不管是站着的、坐着的呢，稍微坚持一下，因为今天人比较多，所以可能坐在地上的人呢，地下比较凉快一点。但一方面讲，可能也比较紧，因为现在开始已经春天了。我想呢，你们坐在山上的这个雪地里，如果 听法的话呢，恐怕这个变数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你们坐在地上的人也是坚持一下。我想跟大家呢，也顺便看一下，首先讲一下一些我们这个放生的这个重要性。我知道你们上海这边的很多居士呢，也非常的支持，积极的参加这个放生的活动。这个对我们佛教徒来讲，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大家应该清楚，所谓的放生呢，就是我们要保护生命，应该爱护生命，就爱护生命。也就是说，对这个动物界来讲呢，是一个大的戒放，是一个大的戒放。我们今天卖到的这些，不管是鱼啊、泥鳅啊，或者是螺丝啊等等，这些都有生命。每一个众生的这个生命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对自己来讲呢，跟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差别。比如说，我们今天造到了这个死亡的这个威胁啊，那么有人如果在我们这个丝。丝里套出来的话，我们怎么样的感觉？我们可能一辈子当中的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地位呢，向他报恩的话呢，也可能比不上他的一份。所以说呢，我经常也提倡，经常也祈求，希望大家对这个放生这件事情呢，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应该看得很重。大家呢，对这件事情应该重视起来。我看到今天也是这么多的人呢，来这里参加放生的话呢，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当然有非常殊胜的爱心，没有这个爱心、慈悲心的话呢，不可能做这件事情。这个我们应该清楚的。当然，我们作为修行人呢，讲所有的善法当中呢，也是这个放生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我想你们应该记得，龙婆萨在《大智度论》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他说，诸鱼嘴中，杀业最重，所有的这个罪当中呢，杀生的罪过是最严重的。诸功德中放生第一，也就是说，所有的我们现在的有辱的这些功德当中的话呢，那么放生都是第一，所以我们平时年纪呢。 转经轮啊，参禅啊，还打坐啊等等，这些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善事功德。但是
这些功德当中呢，应该说是方生呢，是最殊胜的，最至高无上的。任何一个功德呢，比不上方生的功德。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生命是非常宝贵，而且世界上所有的众生，大只老虎啊、狮子啊等等这些众生和小只蛆虫、蚂蚁以上的这些生命呢，都有它的价值，都有它的价值，都怕是不愿意遇到死亡的痛苦。所以说我们呢，从痛苦的树里面拉出这么多的众生放，那么得到解放，那么这就是我们一生当中应该说是做最大的功德啊，做最大的功德。所以呢，大家也应该清楚，我们放生的时候呢，也并不是求得为了精神的利益，但是呢，如果你想得到精神的利益，但是生生世世的利益的话呢，那么这个放生的功德呢，应该说是最大的啊，放生的功德是最大的。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位阿罗汉，这个阿罗汉的来源呢，是比较奇特，也就是说，有一次呢，在印度的河边呢，有一个特别富裕的家庭，那个家庭呢，当时生下一个孩子，相貌端严，相当的可爱。后来呢，因为这个印度呢有一个习惯，他们降下一个孩子，降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大家有举行一个圣诞仪式。在举行圣诞仪式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孩非常的可爱，大家都互相串来串去，结果没有注意到，就落到河里面去了。落到河里面去了以后呢，当时有一个特别大的鱼呢，就把它吃掉了。吃掉以后呢，就这个河的下缘嘛，就下面呢，有一个鱼骨的网里面呢，被这个鱼呢已经抓到了，得住了。得住以后的话呢，他们鱼骨打开那个鱼的肚子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个相貌庄严的小孩，没有死。没有死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就养起来了。养了以后呢，就是长大。长大之后呢，他升起处女性，后来出家了，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后来很多弟子呢，问了这个佛陀，这个小孩呢，为什么是首先这个那么长得那么可爱，但是先落到河里面，后来呢吞到鱼的肚子里面，但都没有死，为什么？后来佛陀说，以前呢，应该在这个尊师父面前呢，有一个人他就戒杀放生，他就戒杀放生，他修持这个戒律，所以他在生生世世当中呢，都不被滴水火风的四大摧毁，而且呢，即使他落到鳄鱼的壳里面的话呢，也逃脱这个死亡。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放生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时候呢，应该看一看一些佛经方面的这个故事啊。当然我们我想你们住在这个上海的这个海边的话呢，很多人呢，可能从小到现在呢，也可能造了很多的业，尤其是造的业是什么呢？就是在造的这个杀生啊，就是吃什么咸鱼啊、活鱼啊、海虾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话呢，杀的可能业呢不可计数，这样的话，我想呢，为了忏悔以前自己所杀过的这些众生的罪业，为了呢清净自己的这个业障。人生非常难得，所以今生当中呢，能不能尽量的这个坚持吃素啊，坚持吃素。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佛陀的戒日啊，或者是有些一个月当中吃七天的素，这样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因为我们的欲界众生呢，这个欲望啊，这个色世的欲望是相当可怕的。现在科技技术越来越发展，人们在杀生的手段呢也各式各样，这样一来，我们的苦欲、我们的贪心呢也是膨胀起来，就始终是永无止境啊，可以这样说。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在大城市里面，可能我想你们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可能杀害过很多很多的众生，杀害过很多众生。在杀众生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自己从来都是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圣人。尤其是我们什么过年的时候啊，或者是你们以前什么那个成家什么那个举行一些婚姻仪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杀了很多很多的众生。那么这些众生呢，如果我们杀害一个众生，一定要这个有500次的生命的忏悔，就我的这个下士呢，一定要以这个来忏悔。这个是佛陀在佛经里面给我们告诉的非常清楚。人和科学和人和医学呢，也是破不了这个观念的。所以说呢，我想，当然韩传佛教历来都是有个非常好的一种传统，出家人和在家人一般来讲都是吃素的，这是我们藏传佛教也是学的，所学习的一个榜样，确实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我们这里佛教徒的话呢，也可能大多数都吃素，也有少数人呢，喜欢这个吃肉的。我们尤其是中国人呢，以前都有这个习惯，看见一个螃蟹，看见一个动物的时候呢，这个皮可不可以穿呢？这个肉可不可以吃啊？首先第一个念头就心里面产生这样的，然后呢，人们的这种心理的强悍性，越来越增长啊，越来越增长，所以呢，好多人认为呢，就是除了一些什么小狗啊、小猫啊，就是有些这个宠物以外的话呢，其他的这个众生，什么牛啊、羊啊、鸡啊、鸭啊，这些呢，全部都要吃掉啊，就是绝对是这是家畜，应该是吃。还有一些宗教里面说，这是给我们天地给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心的分别念当中呢，也绝对是的确是这个是我们该吃的。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啊，甚至有些从实践的角度来讲，这个现在国外啊。国外的话呢，就是很多方面就是像这样的理念观点呢，非常反对。从小就吃这个吃那个，你看你们海边的时候呢，想吃这个想吃那个，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担心，自然的话所以呢，我非常希望呢，不管是从佛教的角度，还是从我们世间的人文道德的角度来讲呢，我们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爱惜生命这一点呢，作为我们佛教徒呢，当然是大乘佛教来讲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但是从现在实践的整个人文道德国际交往当中来讲呢，这个还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原则啊，就原则。这样的话我非常希望呢，大家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不仅是我们要好好的修习佛法，同时呢，自己的大悲心。慈悲心、菩提心呢，能不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培养出来如果我们下去当中没有大悲心的话呢，就像《涅槃经》或者是什么《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那样，大乘佛法的这个种子根本就已经断掉了所以我想呢，今天呢，我们这么多的人参加放生，参加放生的时候呢，大家心里面应该这样发愿。发什么样的愿呢？愿我生生世世利益众生，不害任何众生的生命。这一点也很重要愿我生生世世不害任何众生的生命。当然，我们有些人的可能工作啊、家庭啊，为了这个需要呢，也有可能造业的这种现象。但是尽量的能不能避免这个工作就是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的整个生活呢，也有很大的利益。如果我们对所有的外面的动物、外面的这些胖子呢，看着所杀害的众生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所谓的人类呢，是只留下了人类。有时候看起来，一看到我们这个人类呢，就看到这个面孔，都是大家都非常害怕的。去年还是前年，听说是有一个瑞典的人呢，到这个南方的城市，跟一个中国的人呢，就谈一些贸易的这个企业方面的一些工作。当时中国的那个人呢，他就请客，就是请到很多的红红蓝条的那个鱼因为你们听说南方的人呢，就是获这个鲜的鱼，获什么这个吃鲜的鱼，活鱼。但是这个活鱼的话呢，你一定要还没有死。还没有死了，有那个新鲜的味道，
让那个人坐在哪里的时候呢，在那个菜盘里面，厨师还就刚好那个打起他，然后呢就还没有刺，就正在这个跳。然后那个瑞典人呢一看呢，他就特别的害怕，他说我不吃了，你们是恐怖分子。当然这个是可能极少数人的一些观念，但是我想我们从大乘的佛法的角度呢，现实这个观念的话呢，的确是我们经常特别害怕恐怖分子，但是在我们自己能杀害的这些人呢，我们能杀害的这些众生是我们是怎么样对待的。有时候呢我们认为呢，我觉得是应该反观自己，反思看看我们的这个行为是到了什么样，到了几点。在这些问题上呢，希望大家当然今天呢我不知道是这里是全部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也有很多认识的，大概可能94年吧，就是我来过上海，就那个时候的很多的这些道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老朋友的话呢，就是也在这里，现在也不断在学佛，不断在放生，我非常高兴。也有一些信来的，我到那个上海什么科技园去看看，那个时候的有些客人啊，就是在随便以好奇心来，也有这种人。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场面呢，里面参展的认识可能比较复杂，就是有些学的呢相当好，已经这个十几年20年的佛教徒也有。有些呢这不过是所谓的这个放生呢，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从来没有看过，来这里来随随便便就是看一看呢，也有这样的。不管是你什么样呢，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呢，最好是对任何一个众生有大慈大悲心来对待。应该知道是你所吃的这些动物的话呢，实际上他们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呢，从方方面面来比较没有任何差别。这一点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呢，用这个一些民族的习惯啊，或者是一些文化的差异啊，有很多方面是不同，但实际上呢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的。保护动物或者是爱护生命的这个问题上呢，我想是应该是没有，现在已经成了是一种国际上人类的一个共识啊，爱护动物呢一定要这样，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只剩下人类，其他的全部都杀绝，全部都灭绝，全部都杀掉的话呢，那天上也没有飞禽，就是什么鸟群啊、蜥蜴啊，就是所有的飞禽也没有，地上呢所有的小猫小什么这个小狗等等这些可爱的动物都全部没有，鱼里面呢所有的这个鱼类都没有的话呢，这个地球都不是成了一个非常不灵敏的，也就是说是很悲惨的一种现象。所以我想呢，从现在实践这个环保的角度或者是这个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应该这个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共同保护这些动物。与其是我们大乘的菩提心来讲呢，当然是这一点我们就不用讲了啊。我想在这里很多道友呢对这个大乘菩提心呢应该有所了解，所以我们自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如果要培养起来的话呢，我们要求不高，一个月当中你能放一条众生的话呢，我觉得是一年当中呢就是12个众生，12个众生对我们的人来讲呢，这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我再困难也是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买的鱼是多少钱，可能一只鱼呢就是花不了很多钱，我再困难也可能我把这个钱出去吧，我再怎么样也是360天当中，也就是说360天里面呢，我12天应该能控制。当然我们放生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还是亲自参加是工作最大的。有些人是这样讲的，我放一点生呢，我顺顺便便就交一点钱就可以了，放生的功德是一样的，水洗的功德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呢自己对自己叫了很多很多的理由。实际上佛陀在佛经里面说是有些水洗的功德是一样的，但是亲自所做的这个善根呢完全是不行的，完全不行的。所以呢我听说今天我们这里的有些80岁的老年人呢是早上那个4点钟的到那个菜市场去那个这个什么这个菜铺啊，就是卖那个螺丝啊，就是很佩服真的80岁的有些人呢，就是到哪里去的话呢，有些可能年轻人呢刚才9点钟的时候还醒不过来，还在擦眼睛，那有点不好意思，因为80岁的到4点钟都可以到鱼场上去买。
当然我们这个我都不算什么年轻人，你们有一些年轻人呢还这样，这个睡难觉，就是八点钟的时候还醒不过来，可能这种精神上有点不合。我想呢今天呢就是也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方盛的这个重要性呢，大家应该认识到。然后在这个方盛的期间呢，我是这样想的，我们现在呢有些人说是这个方盛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出家人代替啊，如果没有出家人的话呢好像这个方盛不成功啊等等，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你们居士呢应该自己念这个方盛仪轨，念佛号的话呢都已经可以了。然后在这个方盛的时候呢，现在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在方盛的时候呢经常有这个上师那个上师呢，化缘啊什么这样那样的东西就是在那个时候出来了。我想这样的话呢，很多愿意参加方盛的人呢，有些人为了避免这个不愿意参加，就有这种情况。所以以后的话呢什么那个这个上师建寺院啊，建佛塔啊，建佛像啊，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东西呢，最好是不要在这个方盛期间宣传。方盛期间不要这个，我们方盛呢专门方盛，以后能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做到的话呢，可能我们的有些这个善男信女呢，就是他愿意参加这个方盛，但是如果不愿意其他的一些事情要参加的话呢，那这个不好避免的，是在一个场合当中呢，就是不好避免。所以说呢，我们当然这个做一些善事，这个上师那个上师的话呢，这个我们也没有必要折磨他们，也没有必要批评他们。现在那个真真假假的都确实是存在的，有时候的话呢鱼龙混杂，也不好分。但是呢，我想每一个人应该学过一些佛法的话呢，观察三智识的能力应该是有的，这个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场合当中呢不谈论。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呢，我们不管是哪一个城市当中的话呢，就存在着这些问题。以后呢你们所有的这些这个弟子们自己的这个上师呢有什么事情的话呢，就是试下办。我们这个放生的时候呢，不管是哪一个上师参加，都我们这个欢迎，都没有什么的。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利用这个或者是发什么宣传资料啊，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对我们的以后的放生的这种这个工作健康下去的话呢有一定的可能违缘。这方面呢当然是你们自己考虑。我今天呢就是出一个建议，就是也是一个参考。如果是合理的话那这样，不合理呢也没有什么。这个是也不影响任何人的一些这个工作或者是善事。总而言之呢，我希望大家呢在这里呢放生也好，做善事呢一定要露脸。我们现在人生是很短暂的，我十七年前看见的有些居士的话呢，现在都闹得非常可怜的，然后他们看见我也觉得是非常可怜，我看见他们也非常可怜。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人生七十年呢过得特别快，为了挣钱，为了生活，为了这个这样那样的事情呢，一点都不学佛法是非常非常的可惜。人生只有七十年，这七十年呢当然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工作，什么事情都不做，天天都是到寺院里面去念佛的话，恐怕很多在家人来讲现在是不现实的事情。但是呢我想一边生活一边呢你们好好的这个什么数八关斋戒啊，然后自己呢好好的这个看书啊，修假信啊，学习佛法啊，念佛啊，这些很重要的。今天就是去这个上师那里，明天去那个上师，自己在佛法的一些基础方面非常欠缺的话，这就是我们现在佛教徒的也是一个普遍的大毛病。我们作为佛教徒呢应该自己要学习佛教的基本道理，然后懂了这个佛教的道理以后呢，自己如理如法地去修持，这一定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整天的泡来泡去，没有一点基础，今天得一个观点，明天得一个假设，何来有今天一直一个，明天汇报他，今天一直一个，明天汇报他，这样没有多大的意义。大家应该比较平稳的认认真真的学习佛法，端正的人生呢过得相当快的。所以呢所谓的这个宿命无常是什么时候来，来不及啊，很多很多事情是确实来不及的。我们不要说是我们世界上的这些名人呐，像你们什么那个上海原来不是一个叫都是陈云飞吧，然后怎么样似的，你们很多佛教徒应该是清楚的。原来放去新加坡的时候呢，当时是应该1999年，当时那个什么
国际明星，就是唱歌特别好的那个叫什么邓丽君吧，他也是死在这个泰国。后来我们九九年的时候去这个泰国清迈那个地方呢，还是当时他的这种死亡呢，就是非常的这种悲惨啊、非常的悲惨。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咕噜诸神的身体的话呢，不管你怎么有财产，怎么有这个才华，怎么有智慧，到了这个死亡的那一天，全部都化解。你所有的财产名为地，什么这个名为利养，全部都放弃的。所以，现在大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呢，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宿命的这种限制，无永无止境的一直往前奔波，要轿车，要啊，要这个，要那个，就一直往上面走，最后自己在不知不觉的这个道路上呢，会倒下去的。所以我今天呢，第一个希望呢，当然我们。我也是去年前年啊，不在这个上海仁济医院待过，但是因为当时的身体不好就是我自己呢，就是没有见任何人，就很多居士呢，听说是有一些意见，有些是我们一些老这个朋友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意见，但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是要面对很多的事情，身体不好，就只好呢，就去年前年都是没有这个给大家见面的。这也不是个别的一些居士什么他们做的，我一般都不听任何居士的，我自己想什么自己定的。所以呢，这次的话呢，我想我们那个在放生期间呢，就是顺便给大家见个面，说说话，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是呢，我想今天呢，大家一起这个做这个善事，做善事的时候呢，大家要好好的回想。不要想我的这个什么家庭这个和平啊，或者是我的这个身体健康，不要这么想。我们今天送放的这些众生的话呢，愿他们造着福德福果，愿我福德福果以后利益众生，我们这样来回想，这样来考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想呢，今天大概可能讲到这里，我想下来过后的话呢，大家这个可能刚才下面有一些年放生一跪的人。然后我们在这边有年放生一跪的话呢，大家一起年放生一跪，然后呢，就做放生，做完放生以后呢，大家以无限心愿平安回向，非常感谢大家。
大圆满了，这些非常这个深沉的发扬，但是我们在自相续当中没有菩提心的话，那就是怎么样修升起次第，怎么样修圆满次第，怎么样观这个大圆满的陀伽，不一定成功，这个成功率是很低的啊。所以呢，首先大家全力以赴的应该这个抓紧时间修持这个菩提心。菩提心以前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没有升起来的话呢，想方设法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能升起菩提心。如果自己相续里面有一些菩提心的话呢，就千万别记得不要把它什么失去了，就蒸蒸日上，一定要增上它的功德。这个要命呢很重要的。今天呢一个是我们菩提心大家应该这个新的相续当中升起来的，这个是我今天说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也就是我们刚才这个修行纪要里面的第一个是潜心，第二个呢这个在我有了我执，有了我执的话呢，所有的这些不愿意的东西会出现的，所以呢所有的报应呢就是应该自己来想。然后所有在这个社会当中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缘呢，全部怪自己，不能怪其他的众生。这就是我们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呢恶缘转为这个道用的一种最好的这个方法。因为我首先知道是这个菩提心确实对我们修行人来讲是不离开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你动到这一点的话呢，不管你看什么法门也好，做什么善事也好，都是为了就是自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啊。就这个就那一句的升起来，一定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传习去修行啊。就今天比如说我们听到这个修行纪要以后呢，你下来过后呢就看了一遍不行，就是再看一遍，一年当中就是看有没有看完360次，有没有吧，没有吧，很困。如果你今年就是看就是很多很多，明年看很多，后年看很多，这样的话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所谓的这个修行纪要呢就最后的话呢，好像有些真的有些人修行特别好的人呢，他把一个法门呢就是抓来抓去，天天看，经常的是这个问题来衡量自己，经常来用这个教研来对治自己的烦恼。这样一来的话呢，到一定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修行是会有进步的。这个是大破我执，就经常自相续当中如果升起了一些我执自我的这些自私自利的心的时候呢，自己应该呵斥自己，说自己我学了这么多的法，我所有的什么目的都是为自己的解脱啊，为自己的快乐，为自己的健康啊，为众生从来都是没有想过，我真是可我的真是很坏的，然后自己对自己开始呵斥自己就是责骂自己惩罚自己应该以这种方式来修持这样修持的话呢当然我们人的这个性呢实际上通过修持可以磨练的，毕竟是肯定有一定的帮助的就这个完全的精通，而且经常用这个小册子来衡量自己的话呢，我想你们很多的这个行为呢应该在这里面就是照得出来就是照得出来修行的这个学处就是修行的学处。那么修行的学处的话呢，也实际上我们发了这个菩提心以后呢，它有什么样的戒律有什么样的戒律呢一般来讲是49天而已的，实际上呢它的这种日数呢，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有一些中印教授里面呢说有些众生已经死了就变成众生，3年当中还没有吐僧，也没有转世，就是一直在中印界当中晃晃悠悠的过着。所以以前我们上次如意宝也讲过这是我们问解脱经或者是有些先祖的有关当中呢也说过，所谓的中一生呢带着49天，他这里的49天呢是大致的大多数的众生呢就是在49天当中要么吐生要么那个
就是多地狱啊，或者是上去下去，就是大多数的众生这样讲的。但所有的众生是不是这样呢？并不是，有些众生很快就解脱，就是不需要经过这个综艺。有些综艺的话，综艺生的话，那就是一两天就获得解脱；有些众生的话，那就是一两天就是投生到其他地方；有些众生是根本没有综艺；有些众生的话呢，受了这个三四年以后呢，还在这个综艺界当中。他自己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死了还是不自己活着，一种迷惑的状态当中。所以他这里的话呢，也应该不同的一些经典和序部里面的有些教言，就是我们不能说是全部都是一定要在49天之前呢就必须出发，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天以后超度，因为四天之内等于这个神智还没有清醒过来，等于超度的话也是没有应该说不会得到很大的利益。这个问题怎么理解？他这里的意思的话呢，第二天什么，第三天什么，所有的这些，这个，人死了以后的这些愤怒现象和一些激情纷争的这些现象呢，怎么样现象的过程，后面还要介绍。所以这些介绍的这种超度文呢，就是念诵的角度来讲的。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人死了以后，外气已经断了，内气还没有断的时候，最好这个超度的时候。这是大圆的前行当中也讲了，其他的中医窍诀里面也这样讲了。所以呢，一般我们给他念佛啊、超度啊，这样的话呢，这个中医窍诀里面也讲了，说是应该是外气断了，内气还没有断。我们不是人死了以后，什么那个明增到三相，明增到三相就过了以后的话呢，就已经这个出现其他的一些中医境界。所以一般呢讲。应该说是这个外气断了以后，不然的话呢，就是到时候漂泊到轮回当中是，除了一些大乘就是以外很难超度。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讲这个49天当中的有些无不什么这个无不复的一些生准的这个镜像，这个现象的角度来讲的，应该可能是这样的吧。谢谢。这边有几个人一直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都在那个医学院校，就是读书或者是工作，然后呢在医学院校里面就是必须要做实验，做实验呢必须就是有的是要杀动物解剖，对，不光解剖，可能还做其他的工作，对做实验，嗯，然后我们现在因为都皈依佛门了嘛，就比较痛苦，对，因为这个杀生罪孽是最重的，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得不这样杀生，你说怎么办？有的时候教学生实验课，那学生也得解剖小白鼠啊大白鼠的，那怎么办？对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非常麻烦，尤其是以前你来讲呢，就是不能杀害众生的。但如果当然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话呢，完全放弃，我觉得也是不现实的事情。但是你在杀害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什么尽量的有什么避免呢？实在是不能避免的话呢，那只有好好的这个忏悔，就一定要知道自己在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非常不好。当然我们真正的忏悔呢需要具足4种对治你，这个可能以后也是我再也不做，就是这样的决心呢对你们来讲也是可能有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呢就只有那个念白字明啊，或者是念那个金刚萨埵来忏悔的话呢，也减轻一些罪业，所有的这些罪业清净的话呢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也不得不做，这样的情况下呢一定要知道是自己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入法。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里面的一些解剖实验，以前我在一个悲惨世界的书里面也是写过，的确是现在是相当残忍的，在医学里面来讲是相当恐怖的。我们藏医里面的话呢，就不害任何众生，就应该说是一些山上的草啊，就是有一些药啊，就是它的这个净化呢配置以后的话呢，就是直接对治众生的这种病，就是这就是我们藏医的这个特点。但其他的这个中医，尤其是西医里面的就是对这个试验呢完全抛开的话呢，现在是很多学校是根本就没办法避免的，所以也应该好好的忏悔念金刚萨埵心咒。
常的努力的，希望能够在校园内部以及在整个上海地区华东地区能够推广素食，也搞了很多活动。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说，如果说不宣扬，就是我们因为在大学里面肯定不能宣扬佛教的教义，这样的话就是素食的一个理论的基础的话，就是它可能是不是特就是说环保啊，或者说是为了自身健康，我觉得对人的那种震撼力不是非常的大。而且很多同学他就是不是非常能够，即使接受了这种理念，他也不能亲身的实践素食。所以说我就想知道怎么样能够在大学校园当中在年轻人当中更好的更快的这样推广素食，使他们真正的接受素食，并且就是身体力行。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个人素食的话，完完全全是因为佛教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就是佛教能够让人更加能够根深蒂固的这样坚持这样一个素食。但是我认为其他理由的话其实是很难让人坚持的，但现在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想看不你有什么妙方吗？而且我们现在也非常希望能够在那个中国大陆乃至台湾香港地区能够成立一个中华素食协会，但是这是肯定不能带上任何和宗教有关的，就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不一定要用那个佛教的理论来说服别人。从现在的一些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比如说别人的这个如实啊，就如实的事情，疾病，这些疾病呢就直接传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去的。比如说你这个杀害这个动物的时候呢，当时它有一些元气，它身上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各种各样的病，那么这些病呢最后都是全部就是传入到我的这个身体当中去。所以在国外像这个瑞典啊、丹麦啊，很多的有些国家的话呢，他们并不是以宗教信仰的因素而不吃肉的，很多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为自己的这个从医学的角度来抉择的时候呢，确实是在动物身上各种各样的肉呢，各种各样的这种病呢，就是传递到我的这个身体来的。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特别害怕这个自己的营养不足，但营养不足的原因呢，人们是在如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其实我们稍微懂一点道理的话呢，比如说这个猪乳啊、牛乳啊，这些营养的来源全部是植物里面，植物里面的这些蛋白、植物里面的这些精华呢，不经过任何动物的这个身体直接传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话呢，那么是我们的这个健康呢就是更加有利的。所以我想呢，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不用这个佛教。最近在学那个怀叶石语，那么这个和我们平时理解的那个中观说的那个心不在里面不在外面，这样一个观念有什么矛盾的地方？究竟空心神一级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心也好，外在的东西也好，全部都是抉择为空心。那么这里面讲是迷宗的这个清净光明的角度来讲的，以迷宗清净光明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一体和世俗体呢，就是有两种案例方法，一种是空心作为身一体，先作为这个世俗体，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什么能取所取全部变成这个同一呢，作为身一体，能取所取不同一呢，就是叫这个世俗体。所以从第二个二体的案例方法来讲的话呢，刚才我们新建的八般莲华当中具有这个身一明见的道理呢，应该是就处于一种这个光明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中观里面所抉择的时候呢，就是先和空，所以是先空二体的角度来讲，抉择身一体的时候是一切万法空性的。然后我们刚才这个八般莲华的这样的迷宗的这种说法的话呢，实际上现宗法中也有这个第二，刚才我讲的第二种案例方法当中呢，就是第一种，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矛盾，但是没有什么矛盾，但是这个问题呢，还是一定要学习什么那个第三转法轮、二转法轮之间的很多的差别。罗根布奇在《中观传论》里面也是对二谛的案例方法也做了解释。如果动到这些以后的话呢，在哪些情况下是不能
空的，哪些情况下是可以空的，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心静如水，念两声。